一场面具体去台中走转，把遐金石仔也请回来。头家，这个金石仔也是要创啥？虽然讲遐金石龙遐代志咱拢巧好势啊，不过拄到高志勇这唔正囝哦，伊个性正经，老爸正啊，生性是真歹扭人啊。是噶，咱若金石讲收容性的事，伊若要传来当个话把劲，哇，咱就真正难啦。物件摕来，什么物件？你卖假啊！高志宏因家的金蕉园，互人烧了了啊！即下要重新开始，上欠的就是金蕉仔。我甘的是予伊报予伊知。你安尼做，是咧甲头家作对咧。你是伊上疼惜的查某囝，所以你反背伊。卖讲到遐尔好听啦！最要紧的是你家己，因为你去连续出差啊，即摆若是搁安尼哦。恐惊你伫恁头家面头上就无地位啊！我若是即马共买一家伙你，我伫个头家面头前才真正无地位。而且你安尼伤害我，敢讲一点仔拢袂丢毒？你对我一点仔拢袂无？我对你一点仔拢无。你欺负高志宏的时阵，毋是嘛安尼？一点仔拢袂丢毒呢？叫水坤，欠人的怎么还还啊？顶回你还要救人的时阵，我都已经还啊。伊顶够一条人命的，你还得起？你把高志宏引导，还敢弄假煞体？你一世人都还不完啊！那不是我做的，是阿草。阿草可不是你的人，代志是你引起的，你卖是要嫁我？提来。我去甲头家讲，所以你去讲啊。看上尾哦，你头家会徛在谁去边？我是倒三个亲生查某囝呢，女儿是我啦。秀英，放手！你若是无要放手，我即马就发声，甲倒三讲你欺负我。一。讲秀莲是足歹代志的人，啊，想袂到竟然偷偷甲人谈恋爱，啊，搁伫遐金蕉园烧金，真正是点点食三碗公饭。我强要袂记啦，啊，你嘛咧甲伊高志宏啊，安尼恁姊妹啊强蹦安尼，哎，啊，无怪人咧讲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啊，你就是想过小面前，啊，搁行介绍，啊，你硬硬硬放袂开，啊，唔叫伊偷用黄手去，你卖菜啊！你出去啊！我无想要听你讲话，你出去。秀英，现在看到我就要走。放手啊！安怎？你去饮酒庆祝是？把阮家母仔乱糟糟，你欢喜啊？对，我承认。是我超高爷把头家带去遐，因为我怨妒高志宏，伊什么都唔免做，就当得到你的心。对高志宏来讲，你什么都唔是，因为伊的心搬来，是有恁阿姊一个人的，你啥都无爱回头看卖。徛在你背后的人是我，只有我想了解你，只有我会当为你付出一切，嘛只有我，你叫我做啥我拢愿意，只有我。好啊，安尼我爱你，离我愈远愈好。
愿要出现我的面头前，你走啊！刘世坤，对你敢那三个字，无感觉。是啊。真多生理哦，无法度通去计较。我想讲，我若是甲阿坤阿秘密，一定会说我有秘密，规个拢甲我讲讲出来。而且我安尼受委屈，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，就是安尼。多少对不起你，也毋过我你相信。以后都上袂过你这款代志发生。世坤啊，你伫阮家安尼算算的嘛十外年啊，你安尼伫咧做有做咩，都拢毋捌听你伫咧怨叹，所以我决定要收你做我的客家。阿坤兄，阿恭喜呢，安怎？刚刚唔知道要安怎讲话哦，这是好代志咧，你就莫请阮道上的好意啊。亲的无甘心，不如家己甘心。你今嘛比阮姊妹搁较重要安尼，所以唔通搁常常无讲话哦，我计就无信啦。今嘛你来改姓。改做姓江。恭喜呢，阿兄。水君啊，当年小妹都按甲你叫啊，啊，即摆山金都换你啊。多少？恭喜恭喜，头家你收到一个客囝。哎，安尼叫就对啦，啊。水君啊，你哦，应该来找一个好啊对象，来和我建设一个家庭。哎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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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